cơ quá à. Mà nếu tôi hướng dẫn được tôi nhé,那我们这集要来玩排球，因为我觉得篮球下次再做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变成很明显看没有，跟那个瓦路易吉对战，啊，我都知道 打排球要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过来哼，时间还不熟那里，笨蛋，完全没有发现到哈，我完全没有发现我得分了。爽，都不去守就对了。这也太简单了吧。哎呀。休息啊，切，球员他眼前他也不接，爽，耶，我要赢了。过来了，笨。
吃火锅啊，咪咪也最爱不是吗？我不愿意。啊？自动铅笔，不愿意。正在忙着。你看，我们这场拍完，这场就结束了，因为时间不够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得到15分吧，因为得到15分就结束了。就看这种电脑，不需要费太大力气。Yeah, 我要赢了，爽！Yeah, 我赢了，爽！赶快把这里做个结束吧。啊，那我们就把这集给结束掉吧。啊，那我们这集的马拉松人都在这里。